周日最夯的综艺节目《天王猪哥秀》，这次呢，请来即将上档的八点档演员，除了有郭子乾、江祖平之外呢，还有诸葛亮的女儿谢晶晶，以及一位非常受人瞩目的小童星蔡成荣。这位小童星虽然才5岁哦，不过呢，哭戏演得一流，还有天生的好歌喉，连二姐江蕙都曾经被这位小童星的歌声感动呢。综艺天王诸葛亮这一次邀请到的是即将上档的八点档演员，除了郭子乾、江祖平，还有诸葛亮的女儿谢晶晶，以及最让人期待的小童星蔡成荣。稳健的台风，动人的歌声，就曾经被台语歌后二姐江蕙夸赞，让她引起讨论。在唱歌之外，她还转战戏剧，哭戏到位，眼泪说流就流，会戏剧，会唱歌。小小年纪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冲劲，面对综艺天王诸葛亮，完全没在怕。再来欢迎猪大哥哥、亚兰姐姐出庭。而和他同台演戏、一起上节目的，还有诸葛亮的女儿谢晶晶。来到爸爸的地盘，肯定也是要露一手的。演员江祖平、郭子乾也一起上节目捧场，除了要替即将上档的八点档宣传之外，也是要来亲自看看诸葛亮大哥的搞笑功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